哥，嗯，你是哪一年拿最佳新演员的话？秀哥，2018年。奇哥，你知不知道由那一年开始到现在有多少新演员入行呢？我当然知道啦，秀哥，差不多有成200个啊。哇，这么多啊，奇哥。是啊，龙哥，其实每一年都有很多新演员加入的，不过今年入围的新演员就犀利啦，他们各自都有两项提名，即是除了入围最佳新演员梁宗恨，还入围最佳男主角王丹妮，最佳女主角柯伟林、冯浩洋，最佳男配角还有钟雪莹，最佳女配角。哇，那他们真是差终身成就奖就圆满了噃。其实呢，不如你都是叫翻我龙仔嘅，收仔收仔，啊，奇仔奇仔，好啦，我哋唔好再献丑啦，去片。荣获提名最佳新演员包括王丹妮、梅艳芳。如果个天可以再俾多次机会我，翻到香港之后，我想重新嚟过。钟雪莹《杀出个黄昏》，我爸妈离咗婚，佢哋两个都唔要我。你困我啊？我讲真噶。梁仲恒，《妈妈的神奇小子》。有13个月长噶，我爸去跑步嘅话，每个月政府津贴得3000蚊噶。冯浩洋，妈妈的神奇小子。柯伟林，逐水漂流。哇，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，梅艳芳、王丹妮。王丹妮，香港无敌二级女演员。梅艳芳是她首部参演的电影，今晚她同小鹏主这套电影竞逐最佳女主角宝座。多谢朗文导演，因为同埋多谢幕前幕后所有参演梅艳芳呢部电影嘅工作人员，因为每一位嘅努力先能够造就到我今日企喺呢度，可以攞到呢个奖。啊，好多谢我屋企人，因为佢哋系我最强嘅后盾。好多谢所有教过我嘅老师，特别系智叔，因为我相信就算我唔能够同你一齐入戏院睇梅艳芳呢部电影，但我相信你。天国那里是有看到我的表演，我有听你说话的，我有用尽我的全力，还有我很希望能够继续在我成长的这个地方，我喜欢的这个行业里面能够继续拍多些好的电影给大家，多谢。